把我最好的实力在今天这个球场上啊，寻求你明天明日的一个舞台，就是在今天的晚上，就是这样的强劲的攻击啊！这是我们想要看到的。黄宇受到了禁区，然后呢，杨尚权这球没有。这几名呢也都是几分年级的选手，现在都来到了场上。这个进球是高难度啊！就可能可以看到这些选手在场上，在高中的时候在的场上身影。学生啊，都是高中的学生，不能。